哎呦，心口有个窿，好冻。佛山有一间筒骨粉牛肉粉，我第一次食佢嗰阵系仲读紧大学嘅，嗰阵系十几蚊一碗，依家仲系十几蚊一碗。我仲记得我第一次食佢嗰个拍烂手掌嘅反应啊！系啊，唔辣啊！哎呀，我个筒骨粉要干水啦，唔系，我个牛腩粉啊！我同你讲，呢度啲阿姨好诚实嘅，18蚊一碗粉，湖南常德牛腩粉，超大一份。呢个酱骨架呢度30蚊，哇正！我同你讲，佢嘅精髓系乜嘢？就系你啱先第一啖落去吞喉嘅嗰一啖红油，好香，13香香嚟嘅嗰种感觉。嗯，牛腩酱骨架，有所有用嘅嘢呢度都好入味，好滑啊！呢啲佢真系超级滑。嗯，我份真系太亏啦！攞一嚿酱骨架，跟住浸落个汤度。嗯，边食酱骨架边嗦粉，呢度仲有好多卤味啊，有猪耳仔啊、鹅肠、鸭肠、卤味卤，加埋啲筒骨粉一齐食。佢底下仲有好多牛腩啊！如果你系唔食得辣嘅话，你可以点佢哋嘅筒骨粉或者筒骨粥，系嗰一啲可以食到最后，你可以攞嚟吸骨髓嗰种筒骨嚟嘅。如果我食咗你嚿筒骨，你会唔会打我？会。